地厅启动追踪，得先找些线索为引。卡夫卡若真在回心港，多少会留下痕迹。我们散开找找，任何看起来可疑的物件都别放过。仙人快乐茶，仙人快乐茶，这不是什么线索，只是我喜欢喝的茶饮品牌，每天两杯，干活不累。等这些事忙完了，我们俩就是奶茶姐妹。云奇君武器的一部分，为什么锐利之物消断？就是那个坏女人没跑了吧？她有把又快又长的刀子。发现了个奇怪的箱子，上面还有掌印。从留下的印记来看，手指修长有力，又很稳定呢，看起来是一只致命的手。嗯，箱子上还夹着一张字条，喜欢吗？这儿有奖励哦。可恶，我们这不是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了吗？卡夫卡似乎完全料中了我们每一步行动。各位，当心陷阱。这是什么？好像粘土一样。杨叔，你看。这恐怕是从流水线上遗落的造船材料。虽然我也认不出这是什么，但这应该和卡夫卡没什么关系。这不会也是卡夫卡的线索吧？这是造船接匠人的焊接枪，可能是冒失的工人留下来的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手雷，沾了什么东西？是口红。赠予迷路人的小小礼物。哼，这女人分明是挑衅咱们。一直抵达结局吧。小弟听说他修到了特别的东西，云阶月地，关锁千重，纵拂茶来拂茶去，不相逢。虽然联觉信标让每个字都能看懂，但雷一块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这是卡夫卡留下的东西吗？这应该只是一首打算送给某人的情诗吧。情诗？还是放回去吧。这是造船间匠人的通行玉符，用来开启门关的。有人用完之后故意将之破坏，或许是卡夫卡。搜集的线索应该已经足够让谛听追踪卡夫卡了。快快打开小家伙，让他追着这些线索上的味道动起来吧。可疑的线索应该就是这些了，但他们都是卡夫卡留下的吗？还是故布疑阵？从数量上看是在故意戏耍我们吗？我都能想象那个女人一脸故弄玄虚的表情，一字一顿地说来抓我呀的样子。毕竟是被星际和平公司重金悬赏，却永远没人能把他归案的通缉犯呀。我们倒像是成了被他暗中观察的猎物。走吧，恩公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应该很接近他了。
迹消失了。当猎物的痕迹突然消失，猎手就该小心了，因为那往往是追猎关系逆转的征兆。卡夫卡，这些云骑没有堕入魔医山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只是一点小小的暗示，让他们听我说说话而已啊。这你最了解不过了。这里不好，太捕要走很长的路，对我也没什么好处。去前面再会吧。又要拖后腿了。斩！无赦！兵戈无情。枪冲锋，冲呀，别让他跑了。蔡月琪，慢点。还差一点点，各位欲速则不达。完全过不去，得想办法截住他。恩公，门关了不打紧，我们绕过传送带就行。欢迎列车团的各位，你们逮住我了。亮牌吧，卡夫卡，我们来到这里应该都在你的计划之中。不是计划，是未来。我们在无数的未来可能性中施予干涉，将最好的未来变成现实。不要抬举我们，瓦尔特，星河猎手也只是命运的奴隶。最好的未来对谁而言？最好的未来啊，我才不信你会为别人着想呢。全宇宙，你信吗？当然是对我而言。我们会带你去见罗夫将军，既然你自认清白，不妨向他解释，他自会裁决。不行啊，我讨厌按别人的步调做事。时间不多了，快动手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这下肯定做不到了。有老子在，你怕什么？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你们不要过来啊。畜生恶鬼，有老子足矣。随我冲阵，就以奇珍万千给各位鼓劲了，一心同归。该出奇兵了。斩！无赦！雷霆在此，我来守护。哼，别着急嘛，枪尖已经点燃，连枪冲锋。这感觉如何？客人岂能不招待。我怕。别走，保命保命。师父我待，兵戈无情。准备好了，拖后腿了。
雷霆在侧，齐桥备战，该出骑兵了。斩，无赦。给我记着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，就以奇珍万千给各位鼓劲了，一心同归。兵戈无情。总算来了。雕虫小技，你的一举一动早在法眼侦测之内。太普司浮玄，要犯现在由我接管。列车团的诸位初次见面，不应该说我已在预见中与各位会晤过了。本座是仙州六域之一太卜司太卜浮玄，有朋远来本当执酒道迎，然天地人三元不在当位，只能往后推些个时辰了，咱们先谈正事。你听得懂他说什么吗？对本座的说话方式有意见不妨直说。我们受景元将军的委托来此捉拿星河猎手，感谢太卜出手相助，但人得由我们押送到将军那里。不必，本座这儿有将军文告，请看。诸位捕获星河猎手之后，即由太卜司接手审问事宜。不用跟那女人一起走了，将军还挺好心的嘛。我明白了，但将军曾许诺与我们共享情报，卡夫卡交代的每一个字我们都有权知情啊。这个家伙能不能别给我挖坑？哦，我们不会增添手续，只要旁听审讯就好。好吧，事急从权，你们三个和我一同去太卜司。不能就地审讯吗？星河猎手多狡猾呀，万一又给他跑了。有本座在，他跑不了。能撬开星河猎手之口，让他吐露实情的手法，唯有在太卜司里方能生效。吉时已到，得动身了。各位，请吧。南宫，就在这儿下船吧。本座平日虽深居简出，这下是何模样还是认得的。你带的这是什么路？太卜司所在是这里吗？哎呦，太卜息怒，琼姨失灵了，定位洞天的入口可不容易。小女子也想把事情办利索些，可眼下能停靠星茶的也就只有这儿了。您瞧，长乐天，一看就知是个安全地界，剩下的路咱们就多走几步嘛。哼，卦象涨落，对坎之间，行舟困顿，泥足不前。倒是听说仙舟有什么卜算神技，这怎么就是手指比划，跟我数数一样。是是是，咱是外行，你这个内行给我说说门道呗。本座方才占了一卦，卦象所示与现状无差，看来今日不可乘星茶直抵太卜司了。哼，那厢也受星河作祟，出了点麻烦。唉，没了我坐镇，也不知司内乱成什么样子了。是呀，想来太卜司一日也不可缺了福大人。那还是做好梯度建设吧，万一你要请个假啥的，怪麻烦的。哼，
本座料二位不知内情，就不责怪方才的妄言了。先行一步准备问讯事宜，再见。你们还真是热心肠，难怪警员说可以随意差遣。咱这话可能不中听，但是你们将军可是说好了，审讯卡夫卡时我们也得在场哦。你们也忒小瞧本座，我一诺千金，便是洞天塌下来也一定守诺。当然了，此事的概率微可不计，要是这人犯开口，太卜司得用上特殊手段，至圣秘密无法公开，请你们见谅。但本座发誓，即使准备就绪，不待各位到来，审讯绝不开始。唯一只派了一位门人在长乐天广场前等候，一旦内务整顿完成，便传令让接引人带各位进入太卜司，还请各位耐心逗留。知道了，我相信你了。我好像又惹人生气了。你又和他共情上了？我也是怕他出尔反尔，想着提醒一句嘛。别放在心上，三月，我觉得那位福玄姑娘挺通人情的，不会生你的气。有吗？我怎么觉得她冷冰冰的？啊，这样啊，我对这种人不是很有办法。好了，别拌嘴了，估计太卜司要准备挺长时间，我们先在附近走走吧。好耶，刚刚做的新茶就挺有意思，这个长乐天估计好玩的东西也不少。哎，好巧啊，恩公。哎呀，恩公可从来没问过小女子天伯司是做什么的。哼，真真人比人气死人，撕比撕没意思。好吧，恩公既问了，小女子回答就是，太卜司主掌仙州的情报、运筹与卜算。也许他们另有妙法呢。太卜司的内务，我一个小小节度使如何知晓？恩公且宽心，既然福太卜胸有成竹，您就瞧他表演便是。不知道呢，那位大人行事端看占算结果，人情世故理会的少些。既然他不愿失密，只能耐心等候回音了。将军之所以请太卜审问犯人，正是因为相信他能掌控局面呀，能登上六御之位，总有些厉害本事。要不然在回心港，那位星河猎手也不会一见他就缴枪投降了。怎么，恩公想要约我共游长乐天吗？上一次驾驶星茶来此，让我想想，是约莫二十年前了。小女子终日在商路漂泊，仙州里的景象倒有点陌生，只记得这儿是个闲适度日的好地方。不过星河降临，许多洞天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吧。恩公若是闲不住，可以到处逛逛，也可以这就动身去和太卜司的使者碰头。这事秘密无法公开，这是不是仙州的格言呢？从天伯司到太卜司，个个都把这话挂在嘴边，也就将军大人和蔼可亲。说句不想承认的话，我都有点想念桑伯了。慢着，这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？我疯了吗？不不不，仙州人比桑伯可强太多了。哎，
在贝洛伯格被追得上奔下跑，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这次到了仙舟上，时间倒是一大把，都花在等待上了。追逐、逃离和等待，也许人生就是这样。这有什么？美少女吗？随便叹口气，何处的忧伤都是诗。你是问仙舟有没有可能是我的故乡？哎呀，没有，脑袋里没有琵琶闪过的回忆哦。拜托，你看我的头发，看我的眼睛，像仙舟人吗？你总归见过丹恒的吧？好耶，走起！哎，等等，什么叫胡思乱想啊？我们和卡夫卡对峙时，他好像知道浮玄会出现。艾利欧，星河猎手的首领。没人知道他是谁，长什么样子，只知道星际和平公司称他为命运的奴隶。这个人传说他拥有能预见可能性的力量。黑塔说，公司认为艾利欧能看见无限多的可能性产生的时间之流，这样的能力接近于预知未来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传闻属实，那么星河猎手的每一步看似虚无的动作，实质上都是对可能性的选择，包括你，他们对你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。就刚刚那个话题嘛，我认为没错，但谁又不是呢？我们所有人都是未来的变量，极有选择将现实固化。未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它只是一团等待我们决定的迷雾。回到现在的话题吧，关于卡夫卡。是的，一个能洞察未来的逃犯束手就擒，说明在他眼中，事情应该如此。哼，他真的这么放心吗？未来的可能几乎是无限的，他如此坦然，反而让我觉得他真的有把握证明自己和这次的星河危机无关。又或者泰普斯的审讯将会发生什么变故，让他能够顺利脱身。但是星河猎手费尽心思将我们带到这里又是为了什么？这一连串行动的背后，命运的奴隶到底看见了怎样的未来？抱歉，我想得入神了。如果你想走，我们这就出发。那妥妥就是广场了。可是也没瞧见谁在等人呢，咱们四处找找吧。你会修仙茶吗？教训了一顿，现在能乖乖躺好了吧？多谢叔叔姐姐们帮忙稳定病患的情绪啦，这一手重击麻醉技术相当了得呀。重击麻醉？我们有吗？唉，不过你们这一出手，这几个云奇病上加伤，
我得加把劲给他们正骨包扎一下。哎，可恶，这下完全忙不过来了呀。这孩子哪来的？你爸爸呢？我没爸爸。啊，那你妈妈呢？我也没妈妈。我明白，你们瞧我身材小小，就觉得我一定是背着父母偷偷跑出来的小朋友。哼，这里可是仙州，外头来的短生种小妹妹，可别以貌取人呀。咱们驰名族轮回自足，不需要什么爸爸妈妈。本小姐打从退生出水就开始研习医道了，在丹顶司里也是正儿八经的挂牌职业的医师。贝洛伯格的孩子还在地底下玩泥巴，这里的孩子就已经能熟练的给人看病了。最近罗浮上很不太平呀，你们如果没事就别到处乱跑是吧？真遗憾，罗浮的将军给了咱们一桩差事，少不得要跑东跑西。那叔叔姐姐们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、跌打损伤的，我可以为你们免费看诊。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，药金就打个八折吧。哼，你知道罗浮仙州上有多少人想挂个号，看本小姐的专家门诊，却求之不得吗？要不是溜出来的时候身上没带够钱，本小姐也不至于。闲话打住，误了病人的诊断可就不妙了。杨叔，这位小神医看起来和周遭的人似乎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啊。原来如此，这便是驰名族吗？我也只在文献里看过记录，听说他们是龙脉族裔，如此一看确实很贴切。我尽力了。呸呸，什么丧气话，这话是你一个医生随便说的吗？那我能怎么办？通往丹顶寺洞天的航路也不见了，我们这些在外执勤的医师手头缺针少药，又能做些什么？何况这压根就不是医经上所载的疾病，这是我阴身发作的前兆。病历上写的这人不过200余岁，刚加入云奇军，哪来魔阴身发作的道理？你再仔细瞧瞧。哎呀，再这样下去，史王司的判官们该要出来收拾残局了。啊，刚才吓死我了，多亏有人救了那位驰名族的龙女大人。是啊，那孩子平日里都深居简出，怎么会跑到咱们这儿来啊？快将那些从别处洞天撤出来的病人妥善安置起来，稳定病况。记得过程中一定要减少接触，免得你们的人也受那不明邪祟的侵蚀。是是是，咱们地恒司的人手已经倾巢而出，半个都不剩了。倒是你们丹顶司的人呢，怎么才来这么几个？别乱用成语，倾巢而出那是什么好词吗？哎呦，小姑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跟我掰扯文化，集中精力看诊吧。稍安勿躁，各位。遵地恒司总务府的公文，长乐天目前会暂时封闭关口航路，具体消息很快会发送在底报和各位的预兆上。若有身体不适的朋友，请速速前往地恒司公械登记，我们请来丹顶司的医师会在此逗留，为各位免费看诊。对了，我们还会向各位发放蛋白米一袋，应急药物若干，这些物资找我当面申领，或是晚些由地恒司勤务送上门都行。请用您的预兆手镯登记。哎，您是外来的旅客呀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来，您在这儿签个字。听说泰普斯的琼姨出了问题，有些个捕者和观星士逃出了洞天，其中一些人害怕地嚷嚷什么植物根须之类的话。
也不知道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莫非你有朋友留在那儿还没能出来？你要是实在担心，可以去找个逃出来的捕者来问问。虽然我想说不辛苦，但我已经连续在这儿站了六个时辰了，这场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尊帝恒司总务府的公文，长乐天目前会暂时封闭。这位小姐，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虽然我想说不辛苦，但我已经连续在这儿站了六个时辰了，这场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哎，我是不是刚才也跟谁这么抱怨过来着？哎，一定是累糊涂了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龚老司内厢也出了问题，还是个大麻烦。你去通知营旗军，看看能不能……失礼了，在下是帝恒司勤务，看您的打扮，是造访罗府的外客吗？很抱歉，仙州上目前出了些特殊状况，但云奇君一定会尽速妥善解决的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请您待在旅馆里，暂时不要外出行动。如果埠口还在通航，我会建议阁下立刻坐船前往星茶海。不过，据说离开这的航路暂时停运了。对了，我认识个朋友，他的星茶有通行许可证，能帮您和您的朋友速速离开，价格公道好商量，您意下如何？哟，还真是贵客啊。私底下给您透个信儿，这次可不是小打小闹的安全维护，将军派了云奇军清查一宽。虽然您不一定需要，但要是有什么急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欢迎随时来找我。哎，这位小妹妹打扰了，请留步。之前幸好有您出手，替长乐天的百姓和那位龙女大人解了围。就是那位丹顶司的龙女白鹿大人。哇，那个孩子，听称呼来头还不小。我从天博司的朋友那儿听说，将军请来了几位客人，似乎专为解决罗浮之上的麻烦而来，看来就是你们几位了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希望能拨冗来帝恒司恭谢一叙。我想和您聊聊长乐天眼下面临的麻烦。Nice.